晚上好，晚安，Black Widow。一概晚安。很热。好啊，哥，晚安。我昨天梦到梅林，诶，梦到什么内容？我头像不是蛮有用，不是虚拟的，名字完全没有骗。阿米晚安，夜安晚安，林 MJ 晚安，John Connor 晚安，谢谢送我星子关，谢谢。梦到直播中美丽一直不理我的留言，这是平常的事。林 MJ，谢谢送我玫瑰。那今天片子现，真的不理你。因为你的留言都是白目的。晚安，神仙糖。谢谢林 M 街上的玫瑰。我想睡觉。我没有白目。刚刚还是被跳过，什么意思？今天换地方了，因为今天好热，所以我在客厅直播，因为有冷气。Jack 上晚安。一样哦，对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大家有做什么吗？还记得在那次的母亲节，好像做。やっほーミレイちゃん、ヨングやっほー。谢谢トモさんの支持什么礼物。谢谢送我礼物。谢谢夜雨的枫叶。有打电话给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吗？没有。是连线本来要谈惊喜，结果大家都有看直播。对。那时候，对，啊对，好怀念。
我好像做卡片，然后不好看的。谢谢托莫桑的礼物。三位晚安，静晚安。一二三晚安，还有晚安。今天陪妈妈去台北101逛街，那你有买给他吗？买给东西，买有没有买给他？谢谢托莫桑的香蕉草莓，双子宝宝。梅林今天练习辛苦了，很累，真的很累。谢谢涛哥的。这个礼物很可爱，谢谢送我双子宝宝，多么想的 kiss 啾啾，谢谢深深等的繁红，忘记怎么念了，谢谢你们的礼物。上礼拜有亲妈妈吃晚餐，而且就在你们公司附近一家有点贵的晚餐厅。有一点后悔。那亲姐没有吗？身为お疲れ、ありがとう。你是台湾人吗？俊洛，晚安。昨天原本还想说吃寿，我不知道是我。你会讲日文，可是排队好久就算了，结果吃拉面。然后小叶。我也，我最近实在都偏胖了啊。对，大家我很开心，因为这首歌是有一个日本的电影的歌，电影里面的歌，然后这个。我最喜欢的演员唱歌，然后我一直想要在台湾播，看不出来变胖，我看变胖，然后我想看这个电影，然后想要那部电影。台湾的名字，台湾中文是说再见，剪的30分钟。然后我一直想看，然后前天在我在电影馆的附近走路，然后听到他们的歌，然后看为什么。听到这首歌，看就是5月22号要公开，开心，所以我很期待5月22号啊，不是5月22号的时候去，可是我约马友一起去。我很久没有去看电影，谢谢东山的婚礼。所以很开心。然后，对，真的，大家可以去看看日本的。我觉得，我看预告片好像很感动的。我觉得看预告片就是会想哭。大家可以去看，然后演员很帅，我跟马友最喜欢的演员。
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而且歌也很好听。咪咪桑晚安，落日一小晚安 ，Alex 晚安，西烧 ，Sukiyaki， 哦 ，Sukiyaki 卡，很帅，美玲是。找我吗？不是你，你是可爱。浪，嗯，怎么念？浪子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啊，脚麻掉。这个活动有什么意义吗？有一点很大。最近很热，真的很热。我今天太累，我想睡觉，我想赶快睡觉。来来晚安哥，早不早喂晚安，你看起来就很像睡，真的很像睡。我今天没有睡觉，很热吗？我现在是2:00，不是现在，是就是最近的天气很累啊，很热。晚安，我想去上课，明天可以去上课。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很没有一个礼拜两三次都没有去上课，很难过。我想去上课，可是下礼拜好像可以一直都去上课，希望不要睡过多。夜，嗯？夜更かしした？してないよ、没有，因为我今天一整天有事，所以没有睡觉，很累。我们这边也是几和每天33度，差不多跟台湾差不多。对，明天不想上班，那就不用上班；不想上班就不用上班。想到明天要上班就很烦，我是想上课，
因为有想见朋友们，所以对，我想上课，但是我最近一直多睡过多。大家明天上班加油，加油！谢谢美玲，大家加油！不上班有什么买新鞋？大家有买我的新鞋吗？褐色的，新鞋针。大家有买吗？没时间是问题吗？要吗？可以啊。那大家想知道什么怎么样的？因为我上次其实回答了好多，猜一下有什么？好，那今天也是玩一下100的，可是我不知道还没100吧，我上次也玩过，然后他家一起想关于我随便念文底，然后他家回答这样，就是不是你们的是我，然后你们多少迟到我，草莓酱晚安，就是买了，但是圣殿梯还在考虑，为什么有人哥不买吗？那就讨厌你，我又可以学习了，可是我上次好像有问题很多。你们想知道怎么样的文底？谢谢Tomo的婚礼。在美丽打的，因为勇哥不买我的生日礼，他家不买吗？真的不用买吗？那就算了。可是我真的好像有回答过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じゃあね。怎么办？想不到，因为好像上次问过很多次。みれ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、田中さんやほー。真的不知道。
という名の国。你们想知道什么怎么样的问题，还是你们问也可以，因为我上次真的讲了很多，所以其实我也没有问什么。休憩也好，晚安。かかってこいや問題。可是我找不到文迪耶。わかんねえ。我会不会闻到之前回到过的文体？没关系，因为不一定是大家都在。何？何だろう？想不到，真的想不到。他加油吗？还是他加油？对我完全没有兴趣的话就算了，就不用讲啊，不是，那就你们说不用不要啊，你们说没有，然后就解释。我在想，就这么学，好，慢慢想。晚安都玩我养的，晚安。大家有没有在直播好玩的事情？我真的最近觉得直播完全不好玩，很无聊，真的很无聊。美玲，我来晚了，晚上好。真的不知道我要聊什么。回到福冈的时候，美玲最想吃什么？豚骨拉面。豚骨拉面跟，对，豚骨拉面跟烤肉。美玲会画画吗？我不会自己想画画，我是看东西就可以画画，就是如果有图片，那如果有皮卡丘的图片，然后我看的话，我就会画画。可是我自己想皮卡丘的话，我就不会画画。美玲跟你讲，嗨，佩神，怎么了吗？你上歌流会画课本吗？不会，我不太会。我上歌流的时候我就睡觉，还是整理自己的桌子跟书包。谁？你谁谁？我联络谁？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不会。
さよねだけど。ほんとだ、メーファーシェン。是不不是是一下就整理完了，因为我东西很多，对，所以我到学校的时候，我的桌子上会乱，因为很多东西，就是化妆品之类的，所以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整理一下。然后就睡觉，无聊的时候就睡觉。以前的 TP， 嘿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成员吗？还是什么？那我问梅林吧，那天的。啊，不要再讲老鼠的事情。好像跑错，成员我真的不知道，没有，因为我看脸就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因为完全不知道中文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名字我没有记，所以就是走的成员可能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我可能看点就不知道，嗯。这盘我很少自己的东西，哦，我也麻油好了，可能麻油，我不知道，嗯，麻油耶，我不，可能麻油有可能。有可能，对，还记得，对不起，我名字的话，我不知道。马友一定知道，不好说了。我现在旁边的同事是 S One 的粉丝。还是我很久没有听，你最喜欢的二级生成员是谁？婷丽，我喜欢婷丽，还有，对，我最喜欢婷丽，所以我的办公桌都是你的，是他的办公桌都是那个的上写，那他不是 HKT 的粉丝吗？没差，他开直播我再问，嘿。楚楚也喜欢，对，但最近好像婷丽也很好，人很好，就是他们两个很有礼貌，真的很有礼貌，然后而且个性也很好，然后都很可爱，我很喜欢他们。就是二级生的话，我最喜欢有礼貌的二级生的，对，因为我。他们比我大，但还是他们是后辈，所以有礼貌的人就是对我们来说很好。还有我喜欢我窝，他很好笑，而且他也有礼貌。对，听力小礼包，我现在从家里上班，我的右手边就是一个水针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像有骑的，哎，只要好，今天有老鼠，哎，不要走，这个不是老鼠吧？阿丽好美，真的，他们都很好看。
你会教他去买果子，果子吗？谁？那个二姐先生没有礼貌的，不好说，我不讲，因为我讲的话就对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能说，对，对，不行，不可以讲。そこのミキセジュースを買ってこい。没有啊，没有，不会。看来是有人没礼貌哦。那个二姐生，二姐最有礼貌。我觉得最有礼貌就是婷丽，她是最有礼貌。对，因为她是会讯息的时候也是很有礼貌，她每次都，她只有她每次都会。就是如果要跟我们讲事情的时候，他说早安，我是婷丽，我是阿丽，对，他会讲自我介绍，然后就是讲一些事，然后最后谢谢前辈们辛苦了，他会这样讲，很礼什么很有礼貌。如果要说的话，梅林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哪一首？只能选一首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梅林，你今天换地方直播了？对，今天是客厅。所以除了婷丽，其他都也不是说其他的人都没有礼貌，有些人有。其实是在宣传自己是谁的，会不会？为什么要跟我们宣传自己？所有听过的歌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，什么突然问我喜欢的歌的意思吗？好难哦，好难。最近最喜欢的歌的话，有可能之后会换，但最近喜欢的歌就是日本的，就是刚刚讲的电影里面的歌，对。谢谢デッドさんの玫瑰君 Love耶、yeah, 谢谢阿翔晚安，谢谢デッドさんの蓝丝音乐伴，对，我觉得礼貌很重要，对，不是说怎么讲，就是我不是严格的感觉，就是我也想跟他们可以跟朋友的感觉，但还是要礼貌吧。刚刚播的那一首吗？对，我最近喜欢那首歌，幸运是月草，谢谢可爱子桑，因为我最近没有运气，对，所以谢谢送我幸运，大家可以给我幸运是野草吗？因为我最近没有运气，一直都发生不好的事，好可怜，我去年真的不好，其实大家都不行，大家都不好，对，因为病毒的关系，大家都不好，2020真的不好。可是我也觉得，不是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可怜，小小的事很多。只
要不放弃希望，一定会有好运的。也不是，不是我，就是最近遇到很多小小的事情，不好的事情，例如说老师的事情之类的。对，真的我觉得运气不好。谢谢大家的幸运。事业早，就是说就算是前缘，但也是同时工作上还是有礼貌，对吗？对，不是老师，是老师，是吗？老师我不会讲，不是老师。至少你还没一整年的安排都乱掉，这样想会好很多。今年开始真的需要幸运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运气，不过跟别的国家比还好是在台湾，还有幸福，我没有，最近完全没有幸福的事情。最近也开放大家去球场看棒球比赛，原本今年开始要去国外上大学的，因为拼图全部不下去了。你也很可怜，对，大家都还没开学，很可怜。为什么等我没不过往好处想，下次见面大家粉丝会更有权力音乐，我最期待迷你坑，下次的迷你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最期待是迷你坑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最近都是跟粉丝互动的，就是只有直播吗？然后我很不喜欢直播，所以我不开心。我真的不开心，我想要跟大家见面，而且我是偶像，我想表演，我喜欢的是表演，然后我不是想开直播，我想表演，真的想表演。为什么偶像的工作现在只有直播，很难过啊？其实日本的 AKB 都是这样的，因为日本真的国内 AKB 不能公演，所以他们都是好像是只有直播。对，但我们就是两年都是这样，一年都是这样。看得出来美玲不喜欢直播，对不起，对，真的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，对，真的不喜欢。我觉得我不适合，对，跟我不适合，对，开直播，对。所以我大学只能在台湾到毕业了。哦，好可怜！我只是可以参加美玲的活动，耶！この曲好き、足立佳さんの話がある。
哦，这首歌吗？すごい厉害！哎，谢谢七月的玫瑰，你给我全部的礼物，给我全部。大玫瑰也骗整蔡小广演了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听说上次不是有在吃过当人迷宫吗？啊，听说上次不是有在吃过当人迷宫吗？有啊，但还是觉得无聊。因为很少人看啊，对。我想要很多人来看自己的表演。我只能现场营业到九月，为什么你要去日本吗？是吗？现在叫 OG48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也有点不敢信，本来可以见美丽，还有四十七小的音乐，但是我可以去。你还是的，得配合，好像不行。对，一年多开了，然后一年多，我想了怎么办，想不到，而且相好也好像没有很好。我觉得好坏，你不喜欢直播，我还期待看到你。谢谢有人期待看我直播，但我不喜欢，对不起，对。最好不是说不喜欢粉丝们，对，但是我不喜欢直播。哎，我讲很多这个呢，被公司人骂，要不要？可是我跟公司人讲过很多次，好就想台湾，已经睡得不住了，应该快。嗯，真的台湾很好。上次的直播我重新看了好几次，真的吗？可以发 story 跟大家说什么？我觉得大家都很有趣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如果不是笔记，二月的握手会早就能见到你们了。真的，我觉得二月开握手会，我觉得，对，可以，对，因为后来不是越来越严重嘛，二月的时候还可以握手，我觉得那时候的选手不对的。美丽生日会，我期待，我很想赶快看到你啊！贝神，谢谢，我也是，我也一个人自欺欺人真的很困难。公司里的反应是不是这样？什么这样什么？公司人说没办法，对，这样跟我说。公司人说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没办法。好，我知道没办法。可是我开直播的时间真的。其实很痛苦，我不喜欢开车，真的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。就是之前的直播公演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下礼拜画一下。对，现在六月我准备的秘密，我怕我会热死在握手会现场。大家要消毒，对，大家要消毒。你还是得配合时间直播。嗯，不想，真的不想。我不知道怎么喜欢上直播，还是你做自己的事，我们还是来看就好。不是，我会在意直播的成绩之类的，对，因为我在直播不是玩的，玩不是只有玩的，很。也是有跟粉丝互动是最重要，可是作为我来说还是重要。嗯，他很多人要来看，然后很多人要喜欢上我这，不然我为什么要开直播？对，公司人觉得为什么在开直播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的话。可能只有五个人六个人看我吧，对。之后是看看画图是什么，不画图。昨天台北36度，真的很热。嗨，晚安，学。
终身死亡。哎，什么时候画画？我什么时候画画？我有吗？这个话呢，自己慢慢想吧，最后总是会找到喜欢直播的地方。我已经想了一年多还找不到，对，一年多，然后也对，真的懂个时间，我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画画。可能我在直播的时候讲这种话，所以他家也应该听起来不好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妈妈想啊，我有想，但是还是觉得开直播的时间对我来说。没有，心情很好。我想睡觉。可以让粉丝最直觉的可以认识你的公道吧？对，可以跟公司说开端一点吗？他们说不行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行。可能他们觉得我只是很累之类的，但我现在开直播的时间不是只有很累，只是玩啊，不是这种的想法，就是真的开直播的事情。唉，没有很好。我在上班就是会这样，总是要面对讨厌的事情。直播每一周都要几到固定。但是很多一般的工作不是，就是如果真的自己对我自己来说不想的话，还可以不用做，就是不用继续那个工作，就是不用继续在那边工作。其他人的话可以换，对，可以换工作也有方式，但是我们都没办法。直播每一周都要人记得，对，所以就是对，就是那。我想说，我感觉没有开心的直播，好像是强制强迫的感觉，对，所以他这也不太开心。我讲这种事情很，我怕被阅党之类的。因为我在看了什么时间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放，可是我锁记自己一直都。但直播不是会影响粉丝吗？直播很重要，就是其实那个诚实成员之类的，诚实成员的都是很重要直播的成绩，对，所以看上次骗成诚实成员的两个人都是直播的成绩很好，不是吗？对，不是只有。表演很好就可以骗，对，还是要直播，他们都看直播神仙之类的。好难，这个工作好难，好像不能随便骗
说这些多那么努力才打的。对，你会不会用陪公司骂一直真心话？但其实我想跟公司的人讲话，我也想讲，直播问一下粉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太懒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工作所有的事情都会影响到，对，真的影响到很多事情，不管是直播，不管是态度，不管是他们看粉丝是怎么样，然后献血针之类的，还有握手会，多少人来跟我握手之类的，大家都会干。还有就是东西，自己的东西多少人会买之类的，他们都会看。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。但是我觉得能多支持我就多支持，谢谢米雷，干巴雷，谢谢你。但是我还记得梅林说过的，不想因为这样就学别的成员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想当特别的偶像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当然，最直接影响到就是站位跟选拔。也是选拔也是，然后站位也是，还有啊，其实站位的话我的态度比较重要，对，但是选拔跟真实检验，就是现在我们是研究生的研究生，然后要变成真实检验的话，这个就刚刚讲的都重要。对，站位的话自己的态度，自己的表演的实力比较重要，所以我最近很努力让自己表演，对，在学校放学的时候一直练习。但是最近海佩老师说我不认真，我真的很难过，对，很不甘心，所以我要更努力。我哪里没力，我想办法让你人气变高。谢谢你，就是我也要努力，怎么可以让其他人喜欢上我？但是还是需要粉丝的帮忙，对，所以大家也一起加油。怎么说？为什么？是前几天说跳舞的考试吗？跳舞的考试？等一下，我最近忘记自己讲的事情。跳舞的考试是什么？我自己也忘记讲什么。跳舞的考试。应该不是，我上次去练习的时候，老师跟我说，我在萨克拉里面第二个不认真的人，很难过。细节都要跳的一首歌，啊，不是，是上次的练习的时候。反正我还是最最美，谢谢，谢谢トモさんだけ出場。虽然トモさん不会留言，但是他一直给我礼物，谢谢。是不是有那种平常很努力，但是俄语突然被抓到，然后就说你一直突然？对。
对。Yes。特別なアイドルには自分のスタイルしかなくて、他のアイドルより輝く存在だと思う。なるほど。おーおーおおお、シャーター。おがんまいはわにだす。シュシュンとシ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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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開心。谢谢你。今日何時まで？今日はね、あのね、は、はいよ、はいよ、うん、等一下、还有、不知道。我想解释的时候就解释啊，不会那么久。但如果不能到梅岭，我会紧张害羞。为什么？如果是那样，我会很像骂脏话。我心里面很生气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我真的很生气，很难过。对，真的很难过，我就。我真的好难过，他们很生气。今天一个半小时吗？哎，对，一个半小时，对，所以还有32分钟大概。但是，我跟其他前院长这件事，然后他们说，他们不会觉得我。不认真，对，因为他们平常在我身边的人，所以应该大家都看得到我的能力，应该，所以他们会鼓励我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对，要让老师看到努力的样子，对，所以我不可以换气，他应该就觉得我的话，我很生气，所以我会换气，他应该要。对，常常骂脏话，台湾人的习惯，台湾人的习惯。我觉得以后如果在路上见，不会三见，嗯，不会三见自我介绍。哎，你突然跟我讲什么？后世界晚安。以前我是真的会生气自我心，但是我现在遇到这种事情比较不会生气。我是一下下就好，就是大概。两三天很难过，也很生气，但是第四天会觉得要让老师后悔之类的。但是这个工作真的很难，我多少努力也人气也不是会变高，也是被老师看到我的努力的感觉，对，所以真的很难过，也很痛苦。所以我真的觉得 AKB 的前辈们很厉害，嗯，真的很厉害。不要做戏就好，不会。看遇到梅林，我不会打招呼，会默默走过去。其实粉丝来跟我打招呼，我会。我会怕，我会怕，我会开心，但是我会怕，对，我比较喜欢，也没有，对，我会怕，我不知道要反应，嗯，没有有遇过粉丝吗？没有，哦，听说，没有没有，粉丝跟我说过，我看过，有看过我，对，但是我没有发现，我不会发现。海野会爸妈，就是说海，等一下，突然跟我说海野太郎，就是诶，我也不知，对，对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如果就是粉丝，我知道粉丝，但是我还不是说每个人认为啊认识的感觉，就是还。
对，不知道，有些人不知道是怎么样的。那如果你路上的人突然跟你说嗨，你不会怕吗？假装看不到。要是我直接去过去，要是我，那我如果遇到美女，我要当然让所有人路人看到，这个很丢脸。我就知道，等一下美女因为我才难吧，不行。然后等一下，哎，很可怕。然后警察，我要报告警察。在 AKB 也是有很多前辈加入到皮叶多，没什么人认识也有吧。有，对，我想说，不可以这样说，但是我不想当那种的人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可能有一点不好，但是。AKB 里面也一定有，就是很不太会见面，就是每次都站在，不是，就是对，没有很多人知道的感觉。啊，谢谢男生为什么没什么啊什么什么追踪我，谢谢。我想，直接在打马路当上小三美丽，我会跑出，然后我会你讲，就是你要加的黑名单。欢迎态度，欢迎太大也有点可怕，真的可怕。叫警在那，只要美玲跟我都会，你要配警在问话。这句话是我说的，刚刚说到哪里？去忙一下，我现在讲，就是继续刚刚的聊天。就是人气高不高，还有在路上如果看到我怎么样的。如果我说すいません、AKB じゃないですかって美玲会怎么欢迎。啊，我不是，啊，我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不是。啊，对不起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，应该，啊，还是说，啊，我是日本人，我不会讲中文，拜拜。讲等一下，路上看到美丽马上放 only 就得一起掉，这个真的很好笑。了解朋友最重要的事情啊，知如果加入坐火车坐美丽，因为我持续安静看黄金不会讲话。这个真的很，可是搞不好有台湾真的很小，所以有可能会真的会，因为不是很多人有捷运吗？真的有可能会哦，很可怕、哦。可是你讲中文了，没有就是感血的感觉。我不会讲中文，我是日本人。I'm sorry, bye bye. 这样，我用日文耶。那我说啊、I'm America. I don't speak Japanese. See you. 然后就跑错。我不是我就会说明明就是大家快来看什么意思，我不是我就会说明明就是大家快来看，为什么之前看 AKB 的时候一个跟一个东未来上节目说自己吃了公演公自己吃了公演，然后嘞遇到的话会想着反正就做一般也是台湾了，不是一般，我是四分之一日本人，对，我是日本人。就像我去英国遇到中国的假装不会讲中文一样，越来越奇怪。那时候英文的口音最好是美国人，没说因为也是日式英文吗？对，我英文不好，
但我会假装会讲。I'm sorry. I don't speak English. 我在讲英文，为什么我不会讲英文？I don't speak, I can't speak Japanese and Chinese. See you. Hi. 除了公演之外，每集的通告工作。对，就是日本人也是有这种的感觉。这种人真的很冷，就是我也不想当这种的人。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都会，但是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没有的感觉，也不能说，也不是说我完全没有工作，应该比其他人，也不是其他人，但是还好有工作，还对，还好有工作，但是还是觉得。应该是说跟大家一起的时候完全不会花光自己，不会放电自己，对，这样讲比较好。看得比较好，没错，耶，当成演员的练习，说自己是没关系就好。碰狼，瓦西里板狼，碰狼，对，所以还我会努力，好难，真的好难，真的好难，但是我来这里遇到很多成员。我很喜欢成员，对这个工作很多烦恼，但是我很喜欢成员们，成员们很多人一起会想怎么做。瓦西里奔狼，这是台语，瓦西里奔狼，不会，错了哦。对，可是日本人要学中文，然后看拼音学的时候，他们说会说瓦西里本人，好像是来台湾的话，来台湾跟就是阿嬷之类的阿嬷阿公讲话的话，就是可能会讲话，因为他们听着台语。What you do, what you get.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说会教你带有美丽慢慢教你日本的岛屿。好，我会讲瓦咖喱空，有欢乐再有开心咯。也很难说，不知道我还找不到，完全找不到，不是这个，应该我在直播讲过这个烦恼，所以对，我讲不是第一次，很多次，我已经。谢谢田中さんの玫瑰。对，所以日本人比较会不会画，那个很难，我也不太会。美林怎么了，哭哭？没有，我最近对直播，跟对。这个工作有很多烦恼，所以，对，很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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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ife is an adventure， 所以什么都不要怕，去挑战。挑战，我们中部海线很多都讲台语的，你很会讲台语。就是马上里面艾莉说的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谢谢真恩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。
日本人觉得日上个字很难，真的，真的很难。我已经讲过很多字，还是不会讲。真的，我不太想讲，我真的不想讲。有些人会说，有些人有时候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，我不想回答，因为我真的不会讲，然后他们都听不懂，我很尴尬，所以我不想讲。拜托不要问我是哪里人啊！我以后我跟他说我是美国人。不是以外的，我也是听他说的，或许。我开始就是还给你们写写，还现在就是苗栗台中，但我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发音。真的真的应该是但有些讲话有些口气嘛，很难，我觉得以后就说福康就好，但有些人听不懂我的福康，对，福康吗？是吗？我觉得我自己我不知道，不好，你跟他说啊宇宙也可以，你喜欢说哪里就哪里，我是啊，我跟他说地球人。地球人什么？对，地球人，他会说啥耶？也会有南部口音说我是南部，可是听说南部的，是南部吗？就是有些还是北部，我忘记了，有些地方的台语有些人听不懂，很多人听不懂。我讲台语像外国人恐怖，所以我不太说。为什么恐怖？休息好，见晚安，晚安，谢谢送我玫瑰。对了，怎么了吗？你把福康翻译发现，不一样。不会傻眼，你这样都没做地球人，真的。福冈的后面说福冈，对，福冈，福冈，好难还是难？依然台语口音比较重，QK 不是你刚刚有来吗？台语在美国地方强调不一样。なるほど。吓到。最悪。最悪だ。我的骨子，台式的裤子。等我一下，好像可以。等一下，洗好。还是片真福康了，梅林干巴嘞，好难。梅林先生，梅中人少了个。怎么念？错，我的中文真的不好。高雄屏东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会讲，利息嘞有点像日，那你阿登达罗，那你啊，我知道利息嘞，我会讲。读音是吗？读音，为什么读呢？
耽误好的，晚安，谢谢 QK 的分享。日本語の、なくなっちゃうって、ああ、なるほどね。濁点か。原来。今天我在一零看到一件衣服很好看，买一件件看看，觉得如何？要送礼物了吗？你送给我。每一部基金有送阿妈什么礼物吗？没有，因为阿妈不是我的妈妈，我是她生日的时候可能给什么？对，日本古代的与美学起到变化，懐かしいね。没有跟妈妈讲电话，没有，有LINE给妈妈，都有就穿下来，其实也可以送阿妈，没钱了，她快要生日，我不可以给她两天礼物，没钱。阿妈姆，阿姆比梅林有啊，阿妈比梅林有钱，贪婪，太有钱，我完全没有钱，那就一起来就好，叔叔晚安，我想去阿姆，我觉得阿妈也对你还不错，陪你来台湾，不是哦，阿妈本来就在台湾，对。他是台湾人，然后爸爸他就住台湾，然后我就来这边。对，如果阿妈不在台湾的话，我可能想不到来啊、去台湾的事，因为没地方可以睡觉，没地方可以住。而且如果阿妈不是台湾人的话，我不会喜欢上台湾吧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不是不会喜欢，那就是可能不知道，没有机会去。没有机会去台湾的感觉，对。美玲可以每天睡公司，为什么？美玲奶奶是台湾人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以为是为了陪你，没有，不是。
但好像他想回日本，所以可能我大学的时候一个人住台湾。阿妈会跟你讲台语吗？不会。去便当公司包卷，然后就转检。我要跟老师说，我要在公司睡觉，然后我要看，公司的安全，所以可以给我薪水吗？现在才知道，你不知道阿嬷跟阿公离婚吗？怎么在台湾？他们没有离婚，对。但我们的阿公阿嬷是很像突别的感觉，对，没有离婚，但是他们还很好啊，不是？其实我一直以为他们有离婚，但最近知道他们没有离婚，但是他们不一样，对，他们都，我阿公在日本，我阿公是日本人，但是我的阿公是在之前一个人去中国，对，中国工作，他们想回日本，对啊，这个叫分居，对，也是了，对，也是，但我一直以为是离婚，然后就很好，奇怪。不用怎么，我没有讲离婚的原因之类的，我不想讲，不是不想讲，就是不讲，就是说他们没有离婚，对。为什么最近才知道？这个是好难说，就是我们家里的，是。当然我是他的，对，他们的，但是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是不要说比较好吧，因为我关系，我们的家里的对关系有，对，会有关，对。不知道可不可以说，可是我觉得不重要，不能说，不要说。不用说，我觉得不用说，不用说。所以，最近跟阿姆斯给阿米的细菌的台前跟美丽的最近很累，真的吗？你看最后变有名了，真的吗？看一下，我看看，其实很多艺人都是这样嘛。家里的事情就不用管那么多。美玲看过纸哥亮是谁？不知道。我不会念什么托喵托黑，不说比较好。很好笑，饭店。他一开始也只是演员，他是演员吗？他也是福冈，那个不是歌手吗？谢谢 QK 的礼物。为什么用时你没有运气？这个是一个搞笑艺人，不知道。我台湾的艺人真的不熟。他被找去当歌手前原本是演员，真的吗？那可能他不太适合演员，然后歌手比较
撤合之类的。每次看我都会想象那是美丽，那可能我是不适合偶像，然后我去要不变成演员，可能会变有名，没有自己讲的。我想，紫玉莲在台湾的第一位，有点像刚过世的西村明子。哦，なるほど。浜崎あゆみ。Yes， 浜崎あゆみ。Yes。对，那个歌手。是这样的，因为他也是福冈镰刀外的最末，所以想到你。福冈镰刀外最末，谢谢卡哇伊さんの礼物。还有两分钟。大家明天加油，我也不要，希望不要睡过多。但今天很累，搞不好会。我最近太累的时候，完全定不到闹钟，我之前听到，但是我会继续睡觉。之前的我，最近真的定不到，真的定不到。谢谢梅林跟我们的那么多，跟我们说那么多事情，没关系，谢谢你们也听我讲话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开心，但是谢谢听陪我聊天，在我也会一直十个也没听到，在台湾发展的他，大久保麻里子也是福冈人，マジ知らないんだけど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今天下午就快睡，我要去洗澡。谢谢江康老师的 kiss 啾啾。能跟我们说出来也是好事，谢谢你愿意分享你的烦恼。我也梦到我起床了，但我还在睡。你也好好睡觉，闹钟多转几个，很多啊，我觉得很多。我是大概十分钟，六点开始。就是十分钟就会，但是听不到。谁会不开心？我处理一下。怎么会不开心？因为可能偶像是给你们要让你们开心之类的，还是有可能他家想看偶像的笑容，但是。我在直播的时候完全没有这样，我在直播我都是不开心的事，分享不开心的事，所以有可能听到这种事情会不开心的话，对不起，大家都一样，谢谢陪我的人，反正是这样好，好，我也继续想怎么办，对。我觉得他一直想用寒假，对，我是觉得我现在就是朋友一样，能谈得上的垃圾头也不错，很好笑。我的意思，谁敢说不开心，给我试试看，敢跳掉美丽，为了你就在。就算我想结婚，我也会继续辞职。真的吗？那如果我明天结婚，你要辞职我？我想也是人，也会有进步。知道你很认真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送我婚宴。谢谢。你直播温度差是有点大，真的，对不起，
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对不起。就是最近真的不喜欢直播，对。然后我想说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但是假装自己开心，有一点累，很累，一年继续，还要继续一年这样，我心里会崩崩崩，就是会坏掉。对不起，我会吃的，只是没那些，明天就会不见了。不要烧我的老公，那我要给，谢谢，冷静开下去。好，没在用黑日吗？好，很热，所以我在开冷气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下次见，应该是后天，拜拜。如果每天每天开直播的心情可能会更好。对啊，可是不行，因为我对直播的感情太不好，所以对不起。拜拜。不要勉强自己，勉强自己不喜欢的人可以跟我们分享的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，谢谢送玫瑰。谢谢，拜拜，我是咪，晚安，拜拜。明天你，明天我没有哦，明天我没有吧？没有，后天不要吓，让我，不要吓我，让我吓到，后天吧，是吧？后天吗？对，后天，好，拜拜。Let's meet.